今天的 GNN 还蛮有料的，所以懒人包的部分可能也会有点长，我们赶快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吧。画面上大家看到就是我昨晚有预告过全新崭新时代的两个角色要来到神魔世界了。首先是第一张班，它是木属性的魔族哦，不知道属性的部分有没有人猜对，全队攻击力7倍，木属性及魔族生命力及攻击额外 1.7 倍，消除角色猪或种族猪的时候再额外3倍。其实可以看到它倍率给的真的还不错，所有属性符石兼具 50% 其他属性符石效果，这边心是没有有被兼具的齁，必然延长移动符石时间2秒。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队伍技的部分，这个班的玩法也还蛮特殊的齁，进场的时候会把班直行符石添加为魔族符石，那你如果是左下角 L 型三颗符石首次起手转珠的话，回合结束的时候会把水转成光墙，火转成暗墙，然后把木跟心转化为魔族强化符石。那如果是右下角 L 型三颗的话，首次起手转珠，回合结束的时候会把光符石转化为水墙，然后把暗符石转成火墙，最后一样把木跟心转化为魔墙。其实左下右下刚好就是反过来啦，唯一不变的就是木跟心都会变成魔墙哦。消除大于等于三种符石全员攻击 2.6 倍，而且班的技能会减一。再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亮点哦，又是护盾的部分，但是班只有给30000点的护盾，毕竟他队长技有额外给魔 1.7 倍的血哦。护盾大于等于10可抵挡一次大于现实护盾数值的伤害。哎，这个护盾其实蛮 OP 的哎，大大提升了魔族的生存力哦。抵挡之后护盾就会变成零点了。主动技的部分是引爆所有符石冻结还有石化掉落三横行固定数量跟位置的五属魔墙，固定的位置是长这个样子哦。刷新护盾一回合内每首批消除一组属性符石的话，个人会以 50% 攻击追打该属性攻击一次。哇天哪，另类的解五属极盾了吧，每个属性最多可追打四次，然后是可以无视敌人防御还有固定连击的。哇，这个魔队长看起来其实还挺不赖的哦。再来是水机械欧基里德的部分，队伍中只有机械的时候全能攻击 6.5 倍，然后血回 1.5 倍，每首批消除三组符石掉落三粒水机械符石，最后是有一个减少 40% 所受伤害。队伍技的话也是只要用这只欧基里德当队长就有了，将移动符石时碰触的首15颗添加为机械符石，每消除一组符石增加5个 EX combo， 消除6组可加到最多的30 EX combo， 而且你每消除一粒机械符石回复 5% 生命力啊。对啦，其实机械族在神魔里面也算是回复力比较弱势的一方齁，只是因为机械队长都太强了，所以没有让你有这样的感觉。那你如果是机械族队长战友，然后这只欧基里德当队员的话，进场的时候直接帮你除满龙脉仪哦，而且这只欧基里德生命力基值可以 2.5 倍。最下面那个机械动力的部分就是行动值啦，这个应该不用再多说了哦。主动技是将最底两横行的符石转化为固定数量及位置的五属加心墙，那一样这个固定的位置是长这个样子，冻结敌方全体，然后死受影响目标转为水属，而且防御力减至零，效果还会持续三回合哦。一回合内队伍不受中毒技能影响。哇，这边水属防毒又再多一张啦，我不知道自从冰河之后是出了什么事啦， MH 很喜欢把防毒出在水属身上哦。符石首批两粒相连就可以消除了，如果发动技能所有行动值都到100的话，三四效果持续三回合，二消居然是可以常驻的状态耶，这个其实还蛮变态的哦。而且可以看到它的 CD 其实只有6，持续三回合的话就代表三回合之后你可以再发动一次了。那这些也是大家一直很期待的一个问题啦，就是崭新时代到底会不会有新角色加进来。这边的话带大家看两只新角色，第一张的话是水属性的龙族敖生文， CD8 可以发动主动技还原队长及战友直行碎裂位置，龙族也多了可以还原碎裂的卡嘞。不过他只有还原队长跟战友直行而已，这个效益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石化敌方全体，这个就是功能的部分了齁，而且可以把它转成木属，然后持续两回合。再来这一张应该是史莱姆的超进化吧，它的名字就叫大力姆， CD6 可以发动主动技光属性的妖精齁，将所有符石转化为固定数量的五属加心墙各五颗，一回合内可以排珠，然后不会发动消除。接着就是一个全新的系统龙金属，那这个龙金属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有点类似抽龙科的功能啦，大家可以看到下一张图龙金属封印，它到时候是用抽的没错哦。那这些武装龙客我们也赶快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水的这个的话就是水属性限定，武装能力分别是延长移动符石时间一秒，然后消除一组四颗或以上的水的话自身 1.15 倍，自身对火额外 1.15 倍。龙科开下去是水属性 25%， 然后完全回血跟把场上最多的转成水，大家帮我记好这一个模式哦，因为接下来的火木光暗都是类似的。那这边在新闻稿里面呢也有提供一些制作龙科的步骤，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首先你点开一颗可以镶嵌的龙科，那这边会多了一个选项，就是制作龙科技能的部分。那下一张图它第一个框起来的地方是一回合内减少
43所受伤害，这个照理来说应该是防御类型的技能，那你可以选择它，然后按左下角的这个攻击选下去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要你确认的选项。框起来的部分大家也帮我注意到齁，一回合内减少 43% 所受伤害会随机转成攻击的技能，这个到时候出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更详细的玩法，我也会来做影片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只要先知道有这个系统即将要出现了。再来是有一个全新的任务，极岛战舰，光看名字大家应该不太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啦，反正你就把它想成一个会送你龙金属的关卡吧。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数下来第二行，召唤师每次成功通过关卡将可获得丰富的龙克资源，如果把龙克分解的话就可以获得龙金属。那下面的部分就是全服通过几次会再有一个额外的奖赏哦。再来是下礼拜有一个全新的地狱级利与美并行，这只内地的话是光属性的人族 CD8 可以发动主动技引爆风化及石化腐蚀，而且可以击晕敌方全体，那这个效果是可以持续两回合的，不过要特别注意哦，效果会因为受到攻击而消失。那其实看到击晕这种比较偏向功能卡的部分就可以至少刷一张起来放着了，两回合内自身攻击4倍，然后如果敌人身上有附加效果的时候，自身可以无视拼图啊。哇，这边是一张免费的无视拼图卡哦，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记得刷一张起来放着。竞技场的部分也有全新的角色可以兑换了，这只马丁的话是光属性的妖精， CD5 可以发动主动技，发动技能还有回合结束的时候会把队伍成员属性符石以外的符石随机转化成队伍成员的属性种猪猪哦，而且萨鲁曼技能 CD 减10啊，该不会这只也是地精来着吧？可是地精队里面就是绑定地精啊，也不会有这只的位置不是吗？除非你是把萨鲁曼跟这只同时放在妖精队里面啦。主线故事的部分也要开放第五章罗梦园了，这个故事会在下礼拜一，也就是1月3号维护后才开放哦。那这个1月挑战任务也是1月3号之后才可以打，对，我觉得这个算是蛮佛心的吧，官方可能希望我们1月1号还有1月2号好好去跨个年休息一下。接着是全新双周伊娃的部分，伊娃是木属性的机械， CD3 就可以发动主动技了，将木符石及新转化为机械族强化符石，机械成员提升 25% 的行动值哦，这个就是加速机械族的热机啊。如果开招的时候到 100% 的话，新符石会兼具150木的效果。那其实讲到这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都还没有提到任何一只角色羁绊技能的部分，因为我把它集中在最后再来跟大家一起看哦。伊娃跟我们这一次的两张大奖都有一个羁绊技能上的搭配，分别是追打一次还有加一康，再来是欧基里德，跟三个角色也分别有羁绊，其中一个就是伊娃。包威这个是还没有登场的角色哦，所以等他到时候出了我们再跟大家讲。再来就是刚提到的那个内地地狱级的部分，这边会有一个减 CD 的作用。最后我们也来看一下界面优化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怪物弹珠有点像啦，反正就是你打关卡的时候会多一个预设队伍给你选，接着就是在战斗中的时候也可以看关卡资讯的，这边就不用再烦恼说哎，你要一边打开手机游戏然后一边打开网页来看了。最后就是一些主动技发动条件的部分，本来是文字显示啦，这边就直接变成用头像显示，大家可能比较看得懂哦。 OK， 那以上就是本周 GNN 懒人包的部分，带大家抢先看一下，大家对于本周这么有料的 GNN 有什么看法都欢迎下方留言讨论，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拜拜。